变化期，但暴瘦不仅没有让她变得更好看，脸上的胶原蛋白反而流失得更严重了，脸颊边的凹陷，颜值开始走下坡路。其实呢，像她这种颧弓外扩的类型是不适合过瘦的，一旦脸上的脂肪量变少，外扩的颧弓就会更加突出，再加上脸颊凹陷的部位刚好是颊脂垫的区域，作为脸上一块固定性的脂肪团，缺少了颊脂垫的支撑，脸颊就会只剩下皮肤和肌肉，虽然能短期换脸型收窄，但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凹陷下垂的情况，脸部线条呢就会变得崎岖不平，这也是让孔雪儿脸变得奇怪的原因。而这次亮相，孔雪儿整张脸都过于饱满，苹果肌起点从眼下开始占据了整个面重，把法令纹都挤得更深了。原先脸颊两侧的凹陷虽然消失了，但已经出现了向外扩的趋势，面部留白增加，甚至出现了挤压感，精修图都挡不住的膨胀。其实呢，桃子想说，孔雪儿出道的时候已经是身材、样貌、辨识度样样都有的美女了，但有时也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不自信，反而给自己带上了枷锁。其实大可不必容貌焦虑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女王，姐妹们都给我自信起来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有想看的明星分析可以在评论区留。